欢迎来到 TG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张艺兴《湘江水》唱出家乡美，被湖南卫视赞誉为长沙小骄傲。张艺兴凭借自己出色的演绎歌曲《湘江水》，获得了湖南卫视的高度评价啦。湖南卫视2021年11月21日18:05发布消息，给你我的新名片递到长沙伢子张艺兴努力努力再努力 X 用一曲《湘江水》展示地道新长沙，首次尝试一日综艺挑战拍摄，不愧是 also known as 长沙小骄傲呀。湘江水长沙 rap 好上头，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对家乡的热爱。新打 call 张艺兴全星企划。与此同时，湖南卫视还晒出了一则时长达01:20的歌曲《湘江水》 MV， 聚焦张艺兴歌曲《湘江水》，张导演处女作《长沙人长沙魂》Party 到早上结束，烈士公园游一轮，船边听亲密爱人，时间过得飞快，跟过去 say bye， 长沙伢子身板直，不系背背加背带。这是新的长沙 City 歌曲《湘江水》，由功夫胖 Kung Fu Pan 张艺兴作词，张艺兴作曲编曲，张艺兴演唱。不仅词曲唱全部包括，就连这个 MV 也是张艺兴导演的，张艺兴亲自导演的 MV， 功夫胖也友情出镜。第一次当导演拍 MV， 严格要求每一个镜头和细节，张艺兴用湘江水来描绘自己的家乡，表达对家乡这份独特的爱，地地道道长沙伢子，记录长沙日新月异的变化。聚焦张艺兴歌曲《湘江水》，谈歌曲创作初衷。谈起这首原创歌曲时，张艺兴说，我从小到大都在长沙生活，都说一方水养一方人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湘江无异于是独属于家乡的风景和标志，而对家乡的眷恋也是我创作这首歌的初衷。这首歌是纯粹的长沙方言，那在这里跟大家讲解一下。首先就是嗦粉，就是吃粉的意思，在长沙嗦粉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事情，中间还有一个围着地球转一圈。我还在0731是我们长沙的区号，也是一个小小的文化标志。笛声悠悠，湘江长流，希望大家通过这首《湘江水》来和我感受湖湘文化的魅力。同时，张艺兴的这首方言说唱《湘江水》还有一个更大的意义，那就是这是写给每个人心里那片意义非凡的故乡。看到张艺兴凭借自己出色的演绎歌曲《湘江水》获得了湖南卫视的高度评价，喜欢张艺兴的粉丝们纷纷留言为其打 call。 长沙的人，长沙的魂，长沙的小骄傲，张艺兴好厉害的，想去长沙玩，长沙 City， 长沙小骄傲，张艺兴优秀，希望能有明星也给我家乡写歌，羡慕长沙人，我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人这么想去过一座城。他真的很骄傲于自己的故乡，也一直致力于推广湖湘文化。我能感觉到，我也很想去长沙。湘江水小骄傲张艺兴为家乡制作的金名片。长沙大骄傲张艺兴 MV 拍得很好啊，好想去吃吃喝喝逛逛。这是我听过张艺兴为数不多的歌曲里，感觉最好听的一首，立意也很好啊，有一种对家乡的自豪感和幸福感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